哎，是走这里吗？走错路了，还是要去？要去哪？那就在这里了。刚才很近吗？没事。有点远，太远。真的是很无聊哎，那个你有看到二级？哎呦，因为你的声音有个 bug， 就是不接大声大聊天，原版的。他都听不见。这位应该是我们这吧，我收到台上了，嗯，这真的不想，呵呵，有的。再一圈了。嗯，你不管哪来的神仙啊？你是我，不是我。那等下一拳再说吧，先走第二次。
这只有我们刚刚那些跑的时候才会说。完全都没抢到。现在哪里？看会在上面还是在下面？这是我们。基本上只要我们遇到不是一整队的，基本上应该都可以。应该是门缝也可以看过去。可以从门缝射。然后你就会说我要玩什么，你都要玩。要吃的时候把我干掉。哎、欸，不在我们这哎、欸。好，我先去这里卡位好吗？要不要先去？怎么沿河？沿河岸？你要去这里啊、哦？黄点啊、哦？躲起来就好了。这你要，那我就找你了。够这样子。哎，他就跑了。上车，上车。好像电我待会要跑。看哪一个？啊！有人，有人。哪个房子有？再看看，不要！他丢进来我就死，还补血，还补血。击倒一只。
然后嘞，下一步要干嘛？先发计划的。另外要答应很多。哦，对的，是他还有另外的。不错。房间呢？这样还钓到？上来喽，真的，跟原本一样，原本差不多。什么叫？知不知道？三倍 up 是什么？啊，他想说，你既然要存，那不利用的。三倍是什么？我拿到 T 恤，我什么着想？对啊。没有了，我也没有玩了。